专门这把游戏也是很惊险刺激啊！听到楼里面有脚步，我就先过来抓人，给了他一枪，发现人头被抢了，然后又听到右边有脚步来了，给他一个能偷你背身的错觉，再突然回头反打。这么还好我跑得快，差点就直接被抬走了，先进来打个药。然而外面那个小子一点面子都不给我，对我穷追不舍，就想干掉我。那我手上拿着大喷子，我能惯着你吗？直接拿着我的喷子就出去找他。哎呀，哎，这喷两下没事啊，别死大哥啦。兄弟们，你们仔细听一下这个小子在说什么。你个垃圾，还螳螂，就这实力啊，既然有 logo 你敢飞回来吗？回来看我干不干你就完了。兄弟们，我是真的没有想到现在的年轻人到底是有多狂啊，是我笑脸给太多了是吧？因为上线第一把手感不是很好，既然让他装起来了，那我能惯着他吗？兄弟们，啥也别说了，还是老规矩，科学馆钢枪加打分，只有拿下科学馆的人才配，后面的我不多说，兄弟们懂得都懂。陆地的话也是成功拿下首杀，服呀！听到楼里面有脚步，我就先过来抓人，给了他一枪，发现人头被抢了，然后又听到右边有脚步来了，给他一个能偷你背身的错觉，再突然回头反打。这么还好我跑得快，差点就直接被抬走了，先进来打个药。然而外面那个小子一点面子都不给我，对我穷追不舍，就想干掉我。那我手上拿着大喷子，我能惯着你吗？直接拿着我的喷子就出去找他。哎呀，哎，这喷两下没事啊，别死大哥啦。兄弟们，你们仔细听一下这个小子在说什么。你个垃圾，还螳螂，就这实力啊，既然有 logo 你敢飞回来吗？回来看我干不干你就完了。游戏可塑，气质不能不要，兄弟们回去搞他，搞他搞他搞他。哎，他死了，你木位的，一下来就听到脚步了，提升变位，确认位置，直接天降正义，舒服呀。然后这个小子就开麦了，要太忙我就这里的话，我也是没有搭理他，然后他又飞回来了，再给你送回吧。我也怕被骗，万一真是粉丝，我不搭理他也不太好，要是小黑子我又怕被他给偷背身，那我也是开麦拉扯了一下。喂喂喂，大哥能听到吗？大哥我错了，我不该打你的，哥哥哥哥哥哥哥听我狡辩。能送啊，谢谢你谢谢你。还有一个大哥能送吗？大哥能呀，王哥牛逼，好吧，单排车，好吧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好兄弟啊，谢谢你。再别说了，非常感谢这些好兄弟啊，这里的话也是成功拿下科学馆。那既然如此，发下口水。我操这！我操！一回来就听到来车了，先手喷了两下，没倒。下来他已经跑进房子了，兄弟们注意了，细节来了，他先进房间肯定会在里面架枪，想着来一个回马枪，直接过去，哎，虚晃一手，给你们教学一波，看好了。哎呀，他哥的，打不过快跑。这里细节又来了，他知道我差一枪就没了，肯定会追进来不让我打药，所以他心里一定很着急啊，进来卡个视野，给他一个能打过我的假象，再回头反打。这时候圈也是要快刷了，赶紧上楼顶看看有没有跑圈的人，上来就听到了脚步，在那个反坡下面，我感觉我这时候没有了，看好了，对面山头是有人的，圈已经来了，先封烟，利用烟雾遮挡，在这里等他跑圈，舒服呀，下来先给前面封烟，房子有老六，前面打起来了，还剩两个，先不要着急，等他们先打，兄弟们身体身体，现在就到我重拳出击的时候了，对面这个小子明显慌了，想开麦拉扯我。啊，彪哥，彪哥，我是你粉丝，彪哥。哎，能送我吗？能送我吗？能送我吗？我一把就没吃过，哥。不可能！彪哥，彪哥，就是打死你，彪哥，我就知道啊，真的，兄弟们，这个骗子啊！兄弟们，再过几天也是要跨年了，在这里的话也是提前祝兄弟们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，天天开心。